哎，我们？香菱不是只找了我试菜吗？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你吃就是我吃，我不介意。这么一说，我确实一盘不留，全推给重云了。大圣和我一样哗啦哗啦来去如风，时间正着好。记得你说定要让降魔大圣知道驱邪方式的重要性。萧大人，降魔上仙，大圣，派蒙也给你行礼，预祝海灯节快乐。降魔大圣，萧上仙，望舒客栈的守护神，梨花洲的大英雄，你在的吧？而且刚才是不是你把胡萝卜放我碗里了？不要转移视线。有吗？客卿别愣着，快给人家开门去。不劳烦，我来打扰喽。哎呀，终于请我进来了。青秋，我是嗯，回去后能借我几本书看看吗？选你觉得文笔好的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文学水平不达标，有点听不出好坏呢。那我不仅让你知道什么叫时间观念有误，还要让你知道什么叫时量观念有误。你的点心归我了。那么说到在座身份最尊贵的客人，一定就是钟离客卿了吧。你们看啊，香菱，仙人的亲传弟子，炉灶之魔神的同行伙伴，逐月节厨王争霸赛冠军得，难道不够格吗？飞云商会家的二少爷不高贵吗？